小 H 实验室。我想台湾人呢，应该算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爱吃炒蛋。我觉得炒蛋是全世界无论任何国籍跟无论任何年纪，大家都爱吃的一个东西。可是大家那么爱吃的东西，变化却没有说非常的多。你知道人类并没有说那么爱尝试，顶多的番茄炒蛋啦、葱花炒蛋啦、cheese 炒蛋啦，还或者是西方人就牛油炒蛋啦，或者加一点盐巴啦。你有在吃过别的吗？我倒是没有。我去印度或者是回教国家的时候，有吃过他们用一些比如说孜然啦，或是一些香料的炒蛋，就是或者是咖喱的炒蛋，就是当地的。其实变化非常的多，变化很多、啊。所以我得把刚才那句话收回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法国人那个炒蛋就更不用说啦，有松露，对啊，香菇炒蛋，对啊。啊，怎么办？还有 omelette 啊，有没有做成那种蛋包啊，什么之类的？那我刚才讲话还这么夸张？但是我们今天要再更突破，是我们要破格，要创新它更多的做法，帮大家尝一尝你们从来没有吃过的炒蛋味道。一人分一颗蛋，然后我们一人挑一种酱料。我们这边有这个千岛酱，你看，千岛酱炒蛋你们没吃过了吧？另外呢，这个就是牛排酱。牛排酱其实也是搭什么东西都很好吃的东西。牛排酱炒蛋，你们有吃过吗？我们现在就来试试看。你们有吃过吗？你们有吗？小 S， 你既然是人家的太太，你单手打蛋给我们看看。口口声声说你会煮饭。拽什么啊？没关系，你们有在追求蛋黄不能破吗？好，反正等一下都是要打的嘛。谁管它蛋黄有没有破掉啊？来，那你就加千岛，我去加这个牛排酱，看自己口味，就加一瓢，就是差不多加到是会有那个味道的感觉，好不好？打蛋也是那个挺累人的哈。我说徐太太啊，你老公还有在搞外遇吗？哎，那女的、啊、真是狐狸精，真是不要脸的，她还在缠着你老公哦、啊，还打电话到我们家来呢。有没有搞错？不会吧？嘘，你让隔壁那个陈太太听见，别让她听，她很碎嘴呀、啊。八卦，真的耶！你看为什么打蛋看起来就像是欧巴桑啊哈，而且是那个很爱讲人家闲话的欧巴桑。我家的老公啊，不行啊，你老公最近还没找到工作啊？我是说性方面。晚上一直躲着我耶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。哇塞，好恶霸哦！我洗完澡我就裸体出去，他就睡了耶，他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 OK 了。你不是不想跟我聊了是不是？我是不想跟你聊了。哎、欸，那我们怎么样？一人一个好啊，这样子。SOS 一起炒蛋。你就要大火还小火？看你自己个人啊，因为大火小火它都会熟。各位观众朋友们 ，SOS 首次携手在节目中同时炒蛋，姐 ，Are you ready? Yeah，SOS， Let's go。我是千岛酱炒蛋哦，我是牛排酱炒蛋。我跟你讲，蛋绝对不能炒太久。我最讨厌吃到那种已经炒到是干掉的蛋，齁死人了。哇，好漂亮！一定是有点黄黄的时候，你就把它弄起来。我觉得好了，关火。因为你知道它油还，它锅还是热的，你再这样稍微晃一晃，它就会有一种嫩嫩的感觉。我对蛋的要求是非常高的，非常高。哎，你的看起来好好吃哦！我就先来尝试我的千岛酱炒蛋喽。有千岛酱的味道，我也要尝尝看。有千岛酱的吗？有千岛酱的味道吗？你觉得？有啊。很淡很淡的千岛酱的香味，好好吃哦！然后味道又不会太咸，可是又有一点好像甜甜的感觉。我说徐太太，这北派家呢，真的是。等一下，等我，五六七来，北派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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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你在夹的时候，你要往外延伸，北派家，有拉长这边腰线的感觉。那你要看它北派家的程度到如何啊？像这个你也不需要拉到这么长吧？因为搞不好还有更好吃。对啊，这个是牛排酱。我做人就是太冲了。牛排酱是什么做的？牛排酱你又不能吃，
牛排酱是牛排做的吗？牛排酱是香菇跟那个黑胡椒做的啊。我只是在考验你，你真的狡诈。五六七八，尾拍家，尾拍家，怎么样？这拉很长了吧？对，这个很好吃哎，好好吃哦！牛排酱炒蛋原来是可以变成一道很高级的菜耶。它怎么说？好像有一种变松露的感觉，或者是菇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怎么会这么好吃？好有层次、哦，有菇类的味道，真的，而且完全入味。好好吃哦！我们这单元怎么会那么有教育意义啊？对啊，好好吃哦。来，王太太啊，接下来我们要试验的是，我是邱太太。接下来我们要试验的就更破格了，那你就分配草莓酱，你就分配这个好了，芝麻酱。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草莓酱，我就来弄点草莓酱。我也爱草莓酱哎，我就要加多一点，让它那个味道更出来。哦、这个实验你不先打蛋，就是直接加酱了吗？我忘了。草莓酱我觉得要加很多，我也觉得草莓酱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既然是实验室，我们就是要敢加呀，自己喜欢吃什么就给它强烈的加下去，不用客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哇，你看这个声音多好听啊！我说徐太太啊，你婆婆还是一样那么讨人厌吗？我婆婆赖在我家不走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老太太，每天白吃白喝，干嘛还是讲一些乡土剧的剧情？各位观众，你们不需要看连续剧，也可以听看我们节目，也可以听到一样的对白。我觉得我公公啊，好像对我有意思。还得了啊！你上次说他偷看你洗澡是真的吗？哎，我们是在演戏哦，我们是在演戏，在演戏，我怕我公婆当真。我们是在演戏，好不好？对。因为你知道我公婆很多朋友都会看我们节目，然后会跟他们分享，真的、啊、对，所以他们可以接受一些比较破格的笑话吗？这一集是一些比较黑色的幽默。这一集我会把他们支开，免得我怕我公公听进去以为我在讲真的。哎，打起来看起来是很融合在一起。姐，你看我这个芝麻酱面临到一个问题耶，怎么说？它怎么打都打不化哎，你看它就是一块一块的。我来试试看，这不。其实可以啊，可以吗？你看你怎么还蛮会打蛋呢、啊？因为我这个人呢、哦，就是使用智慧在过人生。嗯，虽然说我不太常做菜，但是你就大概知道那个原理啊。因为我这个人是靠蛮力在生活的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你看完全均匀漂亮。好，来下锅。但我还是要煮我心爱的草莓酱。我跟你讲，煮蛋的时候啊，那个油不用多，油一多那个蛋就恶心了。也是看个人喜好啦。我是在里面不建议大家吃太油了。你知道我那橄榄油呢？你觉得橄榄油可以吃多一点吗？我跟你讲，也没必要多，因为东西一过油就是恶心，就是恶心。我在这边真的很想要推荐大家一个排胆结石的方法哎。你们会想听吗？下次再跟大家讲。你们会想听吗？今天先纯粹的煮蛋。不会。如果你们想听的话，这一个月之内都要锁定我们节目，因为我们不时的会在其中一集告诉大家。因为我跟你讲，胆结石你有了就是麻烦，你得去看医生。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那个讲话不灵光呢？这个的话，我想念报纸吧。哎，我觉得排胆结石，我们下次来做小 paper 好不好？因为你知道台湾人很多有胆结石哎，真的吗？我瞎掰的。哎呀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怎么了？变黏土了啦！快点起锅啊！看起来好不美味哦。哦，我这里也有点小爆炸哎。哦，你那个在喷。因为我想草莓酱汁里面它可能会比较一些水分或是汁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锅子一定要做那么重哎！我刚刚单手举，我手都在发抖了。因为现在眼镜不是都有用钛金属做的吗？很轻的。对啊。为什么锅子不用一个钛金属来做？完全不贴心啊！真的，我们应该来发明一个超轻的厨具。我跟你讲，会大赚钱，真的。我们姐妹俩就发了，真的。这么先来试这个，这么贪财的一对姐妹花，芝麻酱的胡麻蛋。哎呦，
我觉得好难吃哦。借过一下好吗？好难吃哦，好难吃哦，因为很黏很黏很黏，变得很像那个吃泥巴。我跟你讲，然后那个胡麻的那个粉呢，就真的很像泥巴里面带点沙子。没错，然后那个胡麻的苦味经过这样一烹煮，变得好苦好苦、哦。我觉得最恶心的是它整个口感，你知道变怎么会黏成这样？是不是你加太多了、啊？我觉得好像是哎，反正总而言之。以我们现在这个实验的方式，它是不好吃的。但接下来看看这个草莓酱蛋呢，它看起来是非常的稀，卖相就是不像我们一般做的那个炒蛋这么漂亮，可能它里面有点湿吧。没被那个，因为蛋它其实也很常拿来做甜点。好像在吃那个草莓吐司，然后那个吐司被人家丢进水里，我觉得很像一套 Chanel 的套装穿在一个土包子的身上，完全不搭，而且互相抵消对方的品味。没错，就是蛋的那个美妙的口感也变得恶心掉了，乡土味也没了，高级感也没了，没了，对，没了，没了，不行，不用。酸黄瓜很容易成功的一个东西，来。惊魂未定，惊魂未定。胡麻酱那个真的太恶了，就是泥巴嘛。哦，还是失败，而且有蛋壳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蛋壳反而是营养的，才怪嘞。蛋壳最恶心了。并没有加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整个自乱阵脚了啦，被刚才那个蛋壳搞的，还有刚刚前面那个胡麻蛋，吓死我了。好，我说徐太太啊。你来，我来打，你来接。你知不知道我小姑啊？她这个人就是吝啬。我公婆要买个项链给我，她在那哇哇叫哎，她。所以你觉得八婆讲话都是假音吗？这起伏总是大的，是大的哈、哦，身体前后蠕动也大。干嘛讲话要这么夸张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会突然变人？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话传到这里就好了，不要告诉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如果有跟欧巴桑聊天的经验呢，他们可能只是要讲一个故事，比如说去买东西的时候，那个店员跟他摆脸色。这故事大概可以讲差不多一小时吧，因为他们中间一定要掺杂很多。你猜怎么着？你猜怎么着？那个店员呢是贱的嘞！你猜他说什么？你猜，一直不讲故事内容，一直叫人家猜。哎，我的麻烦你拿下铲子好吗？好。哇，我觉得这看起来好吃哎，看起来好吃，而且它颜色怎么会变成这么时髦的一个墨绿色啊？对，墨绿军绿。对啊，迷彩蛋，我们叫它迷彩蛋要不要？真的迷彩蛋哎，迷彩蛋这么好看，它吃起来好不好吃？收了，收了，它都干了。我自有我的分寸。我看到这种蛋，我也是有点想发脾气。你知道有些厨师他就是舍不得关火，非要炒。迷彩蛋，我们来吃吃看好不好吃？里面是酸黄瓜，像不像一个零嘴山？像不像一个零嘴？什么？有一种零嘴啊，酸酸甜甜的情人果是不是？是情人果。怎么会是有一个这么另类的搭配？迷彩蛋就是只是好看。说实在的，如果你早餐妈妈端一盘迷彩蛋上来，然后你吃下去之后，你一天的心情都被它搞砸了，或者是你会变得很多愁善感，因为它实在是很难受哎。对，或者是那天会很容易暴怒，因为就是不顺畅的开始。对，我觉得不推荐大家这么搭。所以你觉得今天最搭的是？我觉得今天最搭的，我把冠军颁给牛排酱。我也是。